肘子，有点烫。辣白菜，这个辣白菜是酸甜口的，一包是320克，很好吃的，空口我都能吃一袋。它腌制的时间的长短，它会根据你的酸甜口，它自己会去调整。后面时间越长，它会越酸一点。线下是4.8一包，然后直接今天给你19克就发5包。喜欢就去拍啊。这个直接脱口，
是紫薯的。
辣椒虾。这个是用酵母盐辣酱做的，特别香。红烧肉，红烧酱料现在有活动了，平时拍一发六，现在拍一发八。就瘦了，一点都不柴。
姐妹们，今天吃海鲜的拼盘，这个是海参的切片，红魔虾、酱母蟹、黄贝的刺身、北极贝的刺身、甜虾，还有鹅肝。我先来块鹅肝，最近可喜欢吃这个了。入口即化，死的。